自制街边非常火的拉丝芝士棒，外皮酥脆，里面还可以拉丝呢。先准备200克普通面粉，加上2克盐，30克白糖，1个鸡蛋，180毫升牛奶，搅拌均匀至没有颗粒，密封醒30分钟。芝士棒的下半段是火腿肠，把它改造成小块，穿在签子上。把提前软化的马苏里拉芝士捏成团儿，和火腿肠穿一起。醒好的面糊到盘子里，转圈裹上一层，再沾一层面包糠，油温五成热，下锅开始炸。定型后多次翻面，炸至金黄熟透。出锅，挤上沙拉酱、番茄酱，我们的拉丝芝士棒就做好了。我先尝尝，外皮酥脆，里面是可以拉很长丝的芝士，奶味特别浓郁，还有酸酸甜甜的酱料搭配。下面是我最喜欢的火腿肠，整体口感真的超级棒，大家一定要试试哦。我是杰儿，喜欢记得点赞关注哦。